那个特别东西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小朋友这是什么颜色的？黑色。对，然后袋子里面什么颜色？黑色。所以他看不清楚，对不对？我们多变一些不同的颜色出来给他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仔细看啊，一、二、三，噔噔，变成彩色的，而且啊，我要把它揉成一颗球球，这样子它比较大一颗，你比较好找到它，好不好？不然刚揉两个，你可能都找不到它，就以为它不见了啊。我刚很快放进去，你就把它拿出来，可以吗？好，来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赶快拿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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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点，不要再跑掉了。在哪里？不见了。在哪里？怎么没有？在你手上。在你手上有吗？有在你手上吗？没有，在你手上。在哪里？在这里。转头，转头。啊，跟你开玩笑，他们手都伸出来，好，我把它放进去，把它放进去。放进去。好，只要吹一口气就好了，轻轻吹口气。这次真的会变成你的礼物哦！啊，出来！这个是什么？跟我一样。跟你一样的一个棒棒糖，对不对？我有打好的，对不对？打好的，送给你，谢谢你的帮忙。很好玩是吗？对。很好玩。对啊，还有谁可以上来帮我忙的？接下来我要送最大的造型气球哦，可以吗？最大只的哦，今天最大只的哦。很快啊，快啊，我时间有限啊。爸爸，好，就这。你要上来帮忙？可以吗？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你这么害羞可以吗？可以出来帮我吗？可以吗？好，那你面对大家好不好？面对大家，好，跟大家说嗨，伸手说嗨。你那么僵硬，大家怎么丢人？好，就这样好了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你要不要帮忙？你要不要帮忙？不好意思，不然让大家学我还是先在旁边看好了。那你要不要出来帮我忙？你要不要大的礼物？你今天有大礼物，我也不要。那那边的小朋友嘞？还不要，那是最大的啊。来吧，来吧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还是要变的礼物要不要？要送最大只的造型气球啊！大家都这么害羞啊！好，来来来，快点快点快点！刚有拿到你的小鹰气球了没？你怎么这么害羞啊？从小学二年级还是蛮害羞的。好，加油，来。来来，你要不要先放开妈妈一下？好，第一，看一下什么比较适合你。好，那我简单一点，好不好？简单一点的。我们来用这个杯子变魔术，好不好？杯子可以吗？检查一下杯子没问题。看一下，手拿一下。你在玩木头人是不是？好，杯子有东西，没有东西。好，杯子是拿来装水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把水装进去里面。哦，好，倒些水进去。好，那接下来帮我拿着，确认一下里面有没有水。有，对不对？好，哦，站在有人，站在这边，好不好？站在这边。好，来，两只手把杯子放在你的头上，两只手拿好，不要弄倒了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把这个水变不见，好不好？我们只要从一数到十就好，大家一起帮忙数，可以吗？从一数到十，会不会？会，对不对？好，等一下我数一二三开始数，我们就开始数了。好，来准备了，来，一二三，开始，一二三。
对对对，你有没有觉得杯子里面的水好像变不见的感觉？你看啊，仔细看，哎呦，水全部都变不见了，掌声鼓励。怎么厉害？是不是超棒的？是不是超棒的？还不错吧，还不错吧。你有觉得你要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吗？啊，那不然我们再一次好了。哇，有人说很香。好了好了，那再一次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再多倒一点。好，大杯一点好不好？好，一下帮我拿到你的头上，这次比较重哦，比较重啊，拿好了好了。好了，这次我离他远一点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数，来准备，一二三，开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完成了。来，有没感觉到水变不见了？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回答有还没有？点头或摇头也可以。不知道，好，没关系。我跟你说，水已经变不见了，所以我等下数一二三，我就把杯子倒下来，好不好？就这样倒过来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想要看我把杯子倒下来的，请举手。你看这么多人想要看我把杯子倒下来，可以吗？没关系啦，今天天气比较热，对不对？刚好凉快一下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我准备了。如果你会怕的话，你可以头往上看，我们不要洗澡，我们洗脸就好了，可以吗？来了，准备了，一、二、三，掌声鼓励。好了好了，来害羞妹妹，我要送你最大的造型气球，这个气球有很多很多条气球，好不好？所以你要不先帮我拿一下。第一条是什么颜色的？橘色的，对，你帮我这样子两只手抓着，好不好？两只手抓着。好，再来第二条，黄色的，对不对？黄色的，我看，啊，你这样子夹住好了，好不好？这样把它夹住，好。再来是绿色的，绿色的换另外一边把它夹住。好，再来，桃红色的，我看，啊，用膝盖把它夹住，哎，很好很好。最后一根，最后一根，蓝色的，还有哪边可以？啊。看上面，看上面，我看上面，下巴把它夹住，好，可以，夹好 ，OK， 完成了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最大的造型是仙人掌，喜欢仙人掌吗？啊，不喜欢是不是？那我再换一个造型，好，我们把这个这么多条气球呢，统统抓在一起，把它转在一起，哎，对，完成了，这个是什么？喜欢吗？这是你的爆炸头，爆炸头不喜欢的话没关系，我再加一个就可以变成一个很可爱的海洋生物哦。噔噔噔，最大只的大章鱼来送给你。没问题没问题，还有没有小朋友想要礼物的？上次要帮我们吗？还有没有？没有的话就重复了啊！旁边的弟弟有没有上来帮忙？怎么样？还有一些气球可以送吗？好，不然这样子好了。我来跟大人做互动好了。你们哪一位大人想要互动一下的？好，大家都很认真在吃饭。好，那我看一下哦。好，好，那我另外表演一个不用互动好了吧，这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这边呢，有瓶酒对不对？有个酒瓶。好，另外呢，我们还有一个纸袋，纸袋可以检查一下有没有的东西。没有东西，对不对？没有东西，没有纸袋。好，我们只要现在把这个瓶子把它放进去。哦，对，把它放到袋子里面去。好，轻轻的弹一下手指，瓶子就变不见了。我再弹一下手指，瓶子就变回来了。噔噔。好，大家觉得？
相信对不对？好，没关系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名字变不见了。有什么？在我的左手吗？没有，左手没有。在你里面。右手也没有啊。在哪里？袋子里面。对，在袋子里面的，请举手。那就算了，那我不要变这个魔术了。小妹，你到底要不要技巧？最后机会了。再不上来，等一下就没有了。还有新的客人有没有？怎么了？弟弟要不要新的造型技巧？他要上来跟我一起玩魔术。好，来，可以站在这边来。好，那你气球先跟宝宝抱抱，好不好？你要不要在我旁边？哇，我们这边的小朋友都非常害羞。你可以放开宝宝的手吗？你敢放开宝宝的手吗？还有点害羞。还有点害羞，没关系，要不然先入座用餐好了，好不好？就是正在看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哦，好，那如果真的没有人要上来互动的话，那我的魔术表演就到这边结束喽。你还要吗？好，等一下好不好？等一下我们自己有时间再聊。你们两个一起吗？我们先一个，你们要哪一个先？你要先是不是？好，有人看哦。我们用一些简单的东西来变魔术好了。好。有人看吗？啊，找到了。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卫生纸。卫生纸没错，来，你拿着卫生纸哦。你拿一张，我拿一张，这样可以吧？好，接下来很简单，我做什么动作，你就跟着我做什么动作，可以吗？只要完成了，我就送你一个厉害的气球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先换一首音乐。来，好来，首先我们把卫生纸拿右手，拿在右手，好，立正，好，举高，好，换左边，好，换右边，好，来，伸直脚，好，举左边，好，举左边的时候，我们脚要同时出去，好不好？交通工具好，拿回来，不出去，再回来，好，要第二块了，好，接下来比较困难了，来，先撕一条卫生纸起来，好，吹口气，好，很好，再来比较难了，来把这个卫生纸揉成一个球球，小小的球球，好，再来最难的要来了，一、二、三，好。
也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你知道那是什么武器吗？不知道。有没有知道那是什么武器？都不知道吗？好，这个武器是这样使用，来站过来一点。好，我们使用它的时候呢，我们要一只手拿这边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我们要看着它，看着这个圈圈，然后跟它比，耶！自拍棒有没有用过？不喜欢的话，我们还可以换一个方式，两只手呢，这样子，这样是什么？高尔夫在那里，我打高尔夫。没有，好，没关系。不然我做成一把枪给你，好了吧？好，枪很简单了，我只要转一个方法，我就把它穿过来。噔，我准备一把枪。等。你知道这把枪怎么用吗？这把枪使用的时候，有一句话一定要说，就是：先生，请问你要加九二还是九五？加油的枪有没有看过？有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不是武器，对不对？我再瞄准一下。完成了，这是什么？一把帅气的刀具。不好意思，敲到头了。啊，帮我拿着一下，我再送你一样东西，好不好？保护你的头部。好，这个呢一定要量身定做一下了啊，稍微量在你的头围。好了，完成了，各位观众朋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只大象。大象不喜欢吗？好好，那反过来好了。天线宝宝。哦，你不喜欢，那反过来。印第安人。啊，不喜欢吗？再转过来，长发公主好不好？不要，那放后面当马桶。再转一个好不好？再转过来，这样就完成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帽子。帽子不是，是小裤裤。不是，它戴在头上就变成安全帽了。你看，它可以保护你的头了。我给你们安全帽。等一下。我给你们安全帽。啊，那你先戴着，你现在这么帅，你会不会做一个拔剑的姿势给大家看？拔剑。没办法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你少了一样东西，我再做一样东西给你。你少了一个地方放宝剑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这有两条气球，所以你帮我拿一下这条，可以吗？好，帮我拿好，帮我拿好，可以吗？拿好。好，来拿好，拿好，千万不要放掉，不然的话我会很累。因为你没有绑。好，所以好了，第二条气球我们就可以开始。你没有绑，我不是说拿好吗？没有吧，好，那你这条一定要记得拿好，好不好？一定要记得拿好，对，很好。好，你也没有吧？好，对，我要打击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完成了。哎，小朋友，刚刚说了几条气球？两条。对，而且是几条？一条。哦，我觉得你们一条变两条，好不好？一条变两条，很简单，只要把气球这样子对折。好，我们会把宝剑，对不对？好，宝剑，把宝剑拿走，宝剑拿走，宝剑是这样子拿的吗？宝剑是这样拿的，好不好？然后数一二三，从中间帮我切下去，可以吗？从中间切下去，好，准备，1、2、3，哇，变成两条了，好棒的，好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开始做剑鞘。因为这边怪怪的。我不是说要拿好吗？好了，那我再给你一条好不好？你吹一条，我吹一条，这样可以吧？没办法吹。好，我没办法吹。没办法吹。对。没办法吹啊。力气不够。好，那我们这边有一台打气机，好不好？好，兄弟借我一下。然后呢，把这个气球这样放在上面，轻轻的压一下，就可以把它吹起来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那你用。好，那用的时候，那我来吹这条。哦，可是我一直用嘴巴吹气球，觉得好累哦。你们觉得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吹气球啊？好。OK， 这样长不水，这样不水。好，好，这样子好了。来，我们想要看我用鼻子吹气球的。好，再表演一下给大家看啊。好，鼻子吹气球非常简单，大家都学得会哦。只要拿起气球呢，轻轻地放在你
其中的鼻孔上面，然后伸出另外一只手指头，把另外一个鼻孔压住，然后只要数一二三，像用力像擤鼻涕一样把气擤出来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然后进去也观赏一下，来，仔细看啊，挖鼻孔上面啊，一、二，可是我有时候在大力鼻水会喷出来啊。消费任何消费呢，就可以来跟我换造型气球，好不好？都可以指定的任何造型，好不好？